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思维，来掌声再送给他好吗？来，有请我们的主创人员回到我们的舞台的中央哈。思维今天给我们准备了，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有我们巴蜀文化特色的变脸啊。OK， 好，思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和我们的主创人员问个好。大家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成都，我用四川特色的节目《川剧变脸》来表达对你们的欢迎，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到这里。我今天用这个节目呢，也是表达我对这个地方的看法。因为变脸跟消失的他，来，那我们就听听思蕊的看法，来听思蕊的。因为何飞在影片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面孔，对，所以说特别准备了变脸哈、每一张脸可能都会背后藏着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哈、思蕊当着朱一龙哥哥的面，包括我们的主创的面表演变脸，紧张吗？确实稍微有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值得的。一龙哥哥一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变脸这个节目？对，我觉得好棒，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传统艺术不断的有新一代人不断的在传承。对，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传统艺术不会消失吧。OK 哈，好嘞。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思蕊的那个最后那个亮相还是非常非常帅气的哈。思蕊，你能带着我们的一龙哥哥跟子琪姐姐一起来个亮相吗？可不可以？来，我们来个亮相，来个亮相。来，你思维你可以往前站一点，对。我们首先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动作呢，来，这边是左脚在前啊，左脚在前。啊，这是变了一张脸。思维，咱不教怎么变，咱就最后那个亮相。啊，来，拍个照，咱们。好，来，啊，左脚在前，哎，来，来，好，观看老师举一下手，来，观看老师在哪儿呢？观看老师举一下手，来，好，来看一下观看老师，咱拍个照片，可以，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思蕊小朋友，谢谢你带来精彩表演，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思蕊妹妹，谢谢。谢谢哈，好，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找妈妈去吧。